讯机来了，珍贵收藏大公开。我给你给北京的设计师设计的，是为了我的女儿设计。这是一个哨子，然后另外这个十字架也是我设计，上面有个旗子。本来今天要穿是那个像 Car Life 那个那种。你有带来吗？你下次换啊。今天变装的台四十二频道晚间九点，女人我最大，想时尚。